我们敬礼传承祖师，敬礼了明和尚，敬礼沙迦正空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宝华卡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，我们敬礼坛城三宝，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地藏王菩萨。师母丹真嘎措图登西地图登卡玛，各位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以及各位同门，还有网络上的同门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你好，大家好。新年好。新早感恩。新早感恩。I stayed. I stayed. 下浪的。下浪的。Hola, amigo.Hola, que quiero mucho. Estoy bien. ¿Qué va? ¿Qué más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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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 más?那今天我们修地藏菩萨的法，这个地藏菩萨也是师尊每一天在念他的一个本尊，就是千烧法船超度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法船呢，是从一变成十，十变成百，百变成千，啊，就是一千艘的法船。然后我们要很恭敬的祈请地藏菩萨。这个请地藏菩萨加持所有的幽冥众，让他们依序的上了千艘法船。没有次序的上了这个千艘法船，所以地藏菩萨是在这个千艘法船超度中第一个出现的这个菩萨，然后在地藏菩萨面前的前面呢，我们当然也招请了瑶池金母跟普陀金刚，然后由瑶池金母跟普陀金刚变化化传出来，然后再请地藏菩萨加持幽冥众，依序的上了千艘法船。我是这样子做的啦，我是这样子做的。这个千艘法船超度啊，有两个重点。依照阿弥陀经所讲的，所有的幽冥众不能少上根到极乐世界，
他们必须要有善根器，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第二个就是要一心不乱的这个念佛，就是根据阿弥陀经里面说，一不能少善根到极乐世界，二要一心不乱的念佛。地藏菩萨非常的重要啊，在中国四大名山的安徽九华山，安徽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道场，地藏菩萨的道场。当初的时候啊，这个很早以前，西雅图雷藏寺刚刚盖好不久，我身后的这一尊地藏菩萨，你们有看到他吗？有哈，我身后的就是地藏菩萨。那个时候啊，那个基优赏就来到了西雅图雷藏寺，看着这个地藏菩萨，他说这个地藏菩萨是 Korea people， 是韩国人，看什么的啊，是韩国人。不过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倒是真的，他是真的。那个时候啊，叫做他是韩国人啊，金乔杰。我常常讲，就姓金的，姓金啊，可能就是这个金大恩的祖先辈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姓金的啊，姓金的啊，韩国很多，格里亚，所以九华山的祖尊金乔姐，她本身也是韩国，韩国。佛教流传是这个样子，当初佛陀的法，因为佛陀握下来的姿势，他指向了这个东南亚，就佛流传到东南亚，流传到西藏，流传到这个中国，那么也流传到朝鲜，就是格里亚，格里亚，然后从高丽一直到了日本，这是他的流传的这个的方向，佛教的这个形成。地藏菩萨很伟大，我讲过，他在他的花的宴，所以我们称他是大愿地藏王菩萨，他的愿力很大。另外，天主教的圣托丽莎也是这样子发愿的，他也是发愿，他这个天堂有天堂他不去，有天国他不去，他要跟在黑暗中的
这个苦难的众生在一起。他的愿也是很伟大的，跟地藏菩萨的愿是一样的。我当初发了这个愿，在开始的时候我也发了愿，因为我看到药师金吾嘛，看到阿弥陀佛嘛，还有看到地藏菩萨嘛，还有看到因陀罗，就是第四天啊，第四天我是看到这四个。我那时候发愿说，我愿意啊，有一个身去跟着瑶池金吾，愿意第二个身去跟着阿弥陀佛，愿意有一个身去跟着地藏菩萨。那时候发愿，我也不知道我有几个身。总之那时候是乱发愿。现在啊，密教里面有讲啊，有些佛陀转世，他真的可以化成三个身，是身口意，身化为一个身，口化为一个，意化为一个。那莲花生大士是释迦牟尼佛，还有观世音菩萨，还有一个阿弥陀佛，他是三个的身口意合起来啊，变成莲华生大士的。那我是把我自己变成身口意分成三个啊，一个去跟药师金吾，一个去跟阿弥陀佛，一个去跟地藏菩萨。所以将来啊，现在不只是三身了，现在看到世尊法身的非常多。原来在娑婆世界，如果有一天呢，像我现在这一把年纪，很快的80岁的这个啊，这个 birthday 就到了啊，不到一个月啊，很快 birthday 的就到了。那法身呢，如果有一天，我现在80岁了嘛，应该留在这娑婆世界不会很久，不会很久，很快就回去了啊。回去以后法身还在不在娑婆世界呢？因为我在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看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不在的时候啊，当然大家更看得到。这娑婆世界法身也是，原来啊，这活菩萨都有千百亿化身的，不可思议，菩萨都是这样子，有千百亿的化身。那个新加坡的啊，凯利师姐，她坐在哪里？好，谢谢啊。上回你讲啊，连洗澡都在一起，啊，对不对？是你讲的吗？你愿意不愿意再谈？现在还在一起吗？师尊好，谢谢师尊加持。就是你不用讲洗澡在一起啊，你只要讲啊，法身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就可以了。
有。法身跟你在一起。The 24 hour。常常跟我在一起。是。你看他都可以知道的。那个，好，把它交给那个韩瑜。师尊好，你讲吧。啊，我也不用叫你讲什么，你自己讲。师尊法身有啊，都在啊，都在啊。在就好，那就是很多的。还有呢？还有你们有看到的？那 Jessica 呢？你知不知道师尊的法师跟你在一起？好，你站起来讲一下吧。师尊呢？啊？是有啊，对，有，在英国的时候。OK， 好，那双莲呢？没讲。和师尊有可以看到师尊的法身，然后很庄严，这样子，对。你看，会讲英语，会讲英文了。Speak English 然后颜色也很灿烂的那种，对，就看了不会忘记的。OK， 谢谢你。好，这边有没有人要证明的？看过师尊法身的？啊，你们自动可以站起来。这边那个上师们、法师们，有没有？他们都可以站起来讲的。不是只有在家居士、啊、也不是只有你的那个小光啊，小光这个啊，不是莲印上师啊，啊，莲花小光，卡利福尼亚莲花小光回来就跟我讲，他人在那个 Mainland China 的时候，在 Mainland China 的时候，突然之间看到师尊在他家的客厅站在那里，哇，他看见了，他马上就跪下来顶礼，没有看到的不知道他在拜什么。加州的莲花小光，那是。对，还有没有人要好联系啊？联系他常常看到的那个不用讲了。好了，给他这样子计划。你是真，其实我是想要讲是。因为这一次西雅图五月十号的时候看到北极光，是师尊的法身让我看到的。就是说我们，因为之前那个莲丽法师叫我出去看，我在想，因为在我脑海中我说北极光只有在阿拉斯加才可以看到，因为他们说新闻报道今天晚上会有北极光，然后我们就两个人就出去看，我就跟莲丽法师讲不可能啦，这在阿拉斯加才有的啦。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出去施食，然后法师说北极光让我往上看，我一看天上真的有几道光出来，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意识知道说用手机看，然后法身就用我的手拿手机打开相机一看，真的是北极光，所以师尊法身时时在我这里看到很多东西，谢谢。好，所以法身可以很多的，所以我当初的发愿也没有错啊，要有一个身去跟着这个瑶池金母，一个身跟着阿弥陀佛，一个身跟着地藏菩萨，那不过是三身而已啊，
现在法身就已经很多了，都可以看得到的。所以地藏菩萨很慈悲啊，他帮助我修行，修这个千沙法禅。讲个笑话吧。记得去年的冬天，有一个漂亮的女生穿着丝袜从我们家的门口经过，老公看到了就问老婆，现在女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上半身他穿棉袄，下半身他几乎只有穿丝袜。这个老婆就告诉老公，这都这个你不懂啊，鲜奶要保温，火腿要冷藏。鲜奶要保温，火腿要冷藏。有一个饭店养着一只鹦鹉挂在门口，有客人到他就会讲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有一个常客想，我快点进去看你有何反应。有一天呢，他咻的一声就跑了进去。鹦鹉就讲了，他奶奶的，吓了我一跳。鹦鹉也会讲哈，讲笑话。有一位小姐呢，在公共厕所，她小便，一个酒鬼呢，就门没有关好，一个酒鬼就闯了进去了，听到了哇哇哇哇哇的尿声。连忙这个酒鬼就讲，别再倒了，我真的不能喝了。这漂亮的小姐吓坏了，不敢再尿，这憋不住了就放了个屁。酒鬼就讲，哎，你怎么又开了一瓶呢？有一个记者呢，在街头访问一位这个喝酒醉的汉子，问：如果让你发财了，你会选择买车还是买房子呢？这个醉汉回答：你问这是什么问题啊？我有钱后当然是买酒啊。你买房子只能就睡在家里，你买了酒喝了以后啊，你哪里都可以睡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主题，香港的莲花贵才问的，这个佛堂同修仪轨业简短越好，越快越好。
可以有较多的时间听师尊说法开示。念十万到八百万遍的莲花童子的心咒，因慈悲众生可以用短咒，实在万分的感恩。但个人在家里修法，每天修一到四座上师相应法，只念108遍的莲花童子心咒长咒，或者日数等于念短咒230遍，对上师相应法还未相应的人来说，哪一种会相应快一些？如果长短咒都一样，没有人想念长咒，长咒下一代就会被遗忘。请师尊开始莲花童子心咒、长咒或者心咒都需要重视的地方。其实我以前已经讲过了，长咒跟心咒、短咒都是可以的，就是它的功德是一样的。这个是那个回答的，这个回答的是我的几个上师，他们都是这样子讲：你有很长的时间，或者是很在修法时间比较长、比较悠闲，你就念长咒；你修法的时间很短，你就念短咒，甚至念心咒。都是一样的。这个是咒的功德。其实长咒、短咒、心咒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念莲花生大师的咒 ，Om Ahom Beja Guru Bema Shri Om Se， 或者念 Om Beja。变马轰 ，Om 变马轰，更短 ，Om 变咋变马轰 ，Om 变马轰，都是可以的。这长咒、短咒的功德都是一样的。需要重视的地方呢，你在念咒的时候啊，需要一心一心，也就是说你不要有别的念头进到你的心中，不要有别的念头，你在念咒的时候不要有其他的念头掺杂在里面，那是必须要重视的地方。像我每天念高王经，有时候会有这个别的这个念头进来，但是我在念的时候啊，都会特别把那个有念头进来的再给它重复一遍，就是那个补强，给他再补回来，这样子。或者是你念那个金刚经百日明咒，念三遍，就是说你在这个念咒当中、修法当中，如果有缺失的话，就可以用金刚经百日明把它补回来。念金刚经百日明，给它补回来。
他问呢、长咒、短咒、心咒哪一种会相应快一些？其实是一样的，持续是一样的。就是回答香港莲花贵彩 Om Guru Lien Sen Shiddi Om。 我们时间长念长咒，时间短念短咒，再没有了。莲华生大士那个要传的这个多戒咒律法，它其中有一个咒，它三个咒都是一样功德，其中有一个咒只有一个吽字而已，他就念吽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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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吽，这个就是多戒咒律的这个咒语，只有一个字，就是吽。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啊，这个上主他是这样子写的，上主他教了一个咒给人，那人就讲说这个咒太长了，我们背不起来。好啊，上主就讲好，那就再跟你们教一个咒，其实已经是短咒了，但是人还讲，是人们还讲这个也是太长了。到最后上主说这样子好了，那你就念三个字，就是嗡啊吽，就念三个字嗡啊吽。有些人懒，连三个字他都认为长，那你就练嗡嘛，就是这样子。梵文的嗡是一点一勾一个三一个零，梵文的咒的嗡嗡字就是这样子而已。这个《维摩诘》《维摩经》《结经》里面呢、它这个偈实在是太长了，以后讲话讲太久了会生锈，讲太久了会生锈，同时大家也不一定记得住啊。这回要讲得快一点啊，要讲快一点。这个这也是笑话吗？我还记得以前读书作弊被发现，老师讲站住，你是不是把小抄写在大腿上了？我回答老师啊，这都能被你发现了、莫非你是过来人？老师回过来人个屁呀、全校就你一个男生穿裙子。我记得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把那个考试的那个答案就写在三角板上，那个三角板呢、考试的时候带三角板去，三角板中间有一个洞，那个三角板
写的密密麻麻，写的密密麻麻。哇，考题发下来，嘿，老师真好哎，我所写的答案都在三角板上，哇，好高兴呢！我就赶快抄，把三角板的这个答案抄上那个考卷，考完了，这个写的名字什么都好了，就是刷。我就第一个交卷，第一个交卷我就出去了，到福利社就买一个冰淇淋吃。啊，正在凉爽的时候，突然间我在想，哎，少了什么东西？哎，三角板呐、啊！天，我的三角板放在我的那个烤桌上面嘞！我说惨了惨了，这一下子被发现怎么办呢、啊？赶快跑回到考场去看。我那监考老师啊，就坐在我的座位上面，而且拿着三角板在看。天底下也没有这么倒霉的事情了。所以叫做这个叫做乐极生悲，乐极生悲，好惨。这个考试完了，那个布告栏贴出来了，这个大地测量系卢生燕考试作弊，暨大过一次。是非常光荣的历史。好，我们讲维摩诘经啊。世间众道法，须臾中出家。这个就是讲很多不可思议的大菩萨，他了解世间所有的法，其实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有所谓的六师外道，他们都是外道，他外道呢也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所有的弟子全部都是理光头，都出家的，一样出家的。这个大菩萨呢，他也跟在这里面，大菩萨也在这个外道里面呢。你不要以为外道里面没有大菩萨，外道里面也一样有大菩萨。这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大菩萨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做，而且什么都是佛法，任何地方他都去，什么地方都是佛法，连外道里面他也去。世间众道法，其实是世间上的很多的这个不是佛法的，他们也算是道法吧。细一中出家，他还在这个六师外道里面呢、啊，他照样理光头，跟他们一样出家。跟他们一样出家，出家做什么呢？因以解人惑，而不堕邪见。在出家众当中，他讲解真正的佛法给他们，他们有些迷惑，因为外道本来就是很迷惑的，然后他在里面呢，他也起了作用，就亲近了
所有的外道，让所有的外道呢不堕落在邪见之中。这句的意思就是这样的：世间众道法，序中出家，因以解人惑而不堕邪见呢。道理就是在这里啊。他也在外道里面出家，不可思议菩萨在外道里面出家，出了家以后呢，他可以用佛法去解释所有外道的疑惑，另外让他们不会堕落在不正确的见解之中。所以这两句是这样子：或作日月天啊，还往世界主啊。不可思议菩萨，他可以当成日天啊，显现在日，变成太阳，就普照这世界；也可以当变成夜，月亮啊，普照这个世界。或作日月天，梵王世界主。梵王是什么？大梵天王，布拉玛，布拉玛就是大梵天王。他可以显现成为大梵天王。你看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、啊？你应该以什么得度者，他就现什么身。要宰官，他就现宰官身啊，这个男生他就现男生，女生他就现女生，任何生他都可以现。大梵天王，大梵天王也是不可思议的大菩萨，变化成为大梵天王。大梵天王是世界主啊，为什么是世界主？按照印度教所讲的，这个世界是大梵天王创造的，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布拉玛是创造神，希瓦是破坏神，这个韦斯奴啊，偏近天是保护神。这不可思议菩萨也可以变成大梵天王创造的世界，然后他是这世界的主人，真正的主人。所以这个布拉玛是跟天鹅在一起的，希瓦是跟白牛在一起的，另外韦斯奴是跟嘎鲁达在一起的，这三个是印度教的三大神，一个是创造神，一个是破坏神，一个是保护神，这三个。但是以偏近天，这色究竟天的韦斯奴是最高的，如果在佛教来讲，韦斯奴是最高的，然后大梵天是第二高的，希望是第三高的。可以当成大梵天王，就是世界的主人。或时作地水，大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菩萨，他可以作为地生长万物，或作为水啊，清净一切的污秽；或复作烽火，就是四大啦，地水火烽。烽就是空气，火就是火焰啊，就是火。它其实四大都是有功德的。或复作烽火，不可思议菩萨，
界中有极意，现作诸药草，它可以帮助众生啊解除瘟疫，不可思议菩萨。我看过这个一本书里面写到，秽陀里面有一种叫做阿逸秽陀，阿逸秽陀，阿逸秽陀是什么东西？它是四不一点，在西藏也是用了四不一点，就是阿逸秽陀四不一点来治病，来治众生的病。有了瘟疫，界中有疫疾疫，现作诸药草。药草呢，古代我们晓得，古代的时候啊，并没有合成的西药，没有合成的西药，全部都是药草。释迦牟尼佛时代啊，有一位岐伯啊，岐伯是一个医生，就跟好像是说中国的华佗一样的，很有名的。他专门给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医病，这个岐伯医病。他医病是用什么医病？是用药草，是用药草医病。这个岐伯在学医的时候啊，跟他的师父学医的时候，这个医生就这个好像是说岐伯的这个老师啊，就叫他的学生出去，你们出去找所有的满山的药草，找一个没有药性作用的草回来。那每一个人都出去了，每一个弟子都出去了，至少拔了一根这个野草，或者是韩国草回来，说这个没有药性，然后我们随便那地上就找一个那个没有药性的就回来。只有岐伯回来两手空空的，这个师父就问岐伯，你为什么两手空空回来呢？岐伯怎么回答？因为他找遍整个山，找不到没有药性的草，每一个草都有药性，都可以治病。这个老师说，岐伯才是真正他的真正的弟子。要知道啊，在这个有一个那个京剧，就上主给人类最珍贵的是什么东西？是植物。我讲过了，珍贵的礼物是什么？就是植物。它不只是可以医病啊，你的主食都是植物啊，我们吃的主食都是植物啊。而且呢，空新鲜的空气也是因为植物而来啊，光合作用，新鲜的空气能够让这个世界上整个调和，也是植物啊。所以是人类把整个世界破坏了，才变成现在的这一种啊，现在这一种那个极端的气候出现，是人类自作孽，不可否。事实上你不能够，你能够用的植物你就用，
不能够用的植物不要乱砍，把整个世界的天气全部都变了，是人的本身的自作孽。所以极端气候啊，受灾的还是人，因为你把上主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植物都乱砍乱做了。现做株药草，药草在阿育吠陀里面就是四不一点，西藏人用的就是阿育吠陀的四不一点。我们中国也有中医啊，也是用药草。你不要看哦，随便拿一个草都是有药性的，都是可以治病的。若有服之者，除病消中毒。你吃到这个药草，你就病就消除，而且毒也去掉了。当然，药草里面也有含毒的，因为每一种作用都是有它有治病的能力，但是也有它的毒性。事实上中医也是一样，不要以为说中医就没有副作用，合成的药物副作用更大，中医也一样有副作用，能把毒素消除，把病消除。如果在戒中啊有饥馑有饥荒啊，现身做饮食，不可思议菩萨他可以变化东西出来的。就像美国讲的西部开拓史，到了西部哇打洪荒打到最后哇糟糕了，没有食物了怎么办，大家肚子饿，突然之间出来了好多只火鸡火鸡啊，哎，他们就抓火鸡来吃。其实火鸡是印第安人养的啊，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养的火鸡，他是说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火鸡，他们就吃了火鸡就饱了，还继续打洪荒。所以那一天就变成感恩节啊，是印第安人养的这个火鸡被这个骑兵队吃了，他们肚子饿吃，所以呢，所以就变成美国的感恩节。戒中有饥馑，就是讲有饥荒啊，现身做饮食。哎，圣经里面有。圣经有这个希伯来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了没东西吃，大家肚子饿糟糕了怎么办呢，跟上帝祈祷，我们没有东西吃了，离开埃及啊，出埃及记其中有一段记载，他们没东西吃啊，上帝可怜他们，就降下了的那个玛瑙。我记得那个东西叫玛瑙，不知道玛瑙是什么东西。总之啊，他们这个第二天清晨，发觉地上哦铺满了很多的玛瑙。玛瑙是什么？我的印象里面呢，在我的印象。麻吉呀，麻吉呀，上帝降下好多的麻吉，透明的，就像那甘露一样啊，这
像在草地上啊，有一大堆的这个甘露，像麻吉，透明的麻吉，他们希伯来人就每个人出来把这个玛瑙就拿来吃，吃了哇就不饥饿了。所以现在以前出埃及记里面的希伯来人就是现在的犹太人了，就是现在的犹太人。那上帝啊降下了那个玛瑙，满地上都是，都不会饿，吃了你就不饿了。圣经里面有这一段记载，你们读过圣经的知道吗？有啊。对了，那个韩语那是不是记载在哪一个记？有六个记，应该是出埃及记吧。出埃及记就是创世记、出埃及记、生命记，有一共有六个记啊，六个记。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。然后你读过那个上帝降下那个玛瑙吗？好像书上写叫玛纳。玛纳，应该叫玛纳，因为我是喜欢那个玛瑙，我叫玛瑙，玛纳哈。就是那个马，马加一个口字旁，然后这里那里的那。马纳，你讲的还是对的，因为我好久没有看圣经了。好，请坐。谢谢师尊。饥荒的时候，天上会降下食物哎。那个是旧约圣经有记载的啊。另外在美国上帝降下火气，所以他们有感恩节啊，感恩哦，上帝降下火鸡给他们吃了，他们感恩节就吃火鸡耶，活该啊。界中有饥荒，现身做饮食，先救彼饥渴，切以法与人，先救他们的饥饿跟口渴，然后再以佛法再去教他们啊，这个不可思议的菩萨。再来呢，不可思议的菩萨也会变成国师啊，国师啊，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指导者，用法来做指导者，即大乘国师或者大乘。不可思议菩萨他也可以化身成为国师跟大臣，以诱利众生，他来保护所有的众生，来保护所有的众生。诸有贫穷者，现作无尽场啊，这娑婆世界有很多很穷困的人，他也可以不可思议菩萨，他也可以让他们得到富足，贫穷的没有钱的让他们得到富足。因以劝导之，令发菩提心，然后让这个贫穷的变成有钱的人，然后再劝导他们，要他们发菩提心，就是道心啊，让他们发道心。其实我们生活中啊，我们出不了哈，出不了 school 啊，
他跳过了。啊，怪不得。这多翻了一页。我赶快把它念完了，念不完了，你为摩羯这个老贼啊。老贼不是骂他，我告诉你，他是为摩羯，当然是很年纪很大的贼啊，所以叫老贼。他跟我很好的，他跟我很好的，哎，跳过了，哎，我实在太急了，你怎么讲那么多，受不了了啦。戒中有刀兵，为之起慈心。这个戒里面呢，啊，就是戒，就是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经常很多的这个讲，现在是末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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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末戒。他一千年是一个戒吧，一千年是一个戒吧。现在这个戒啊，是末戒时代，有刀兵，就是战争啊，为之起慈心，这个不可思议菩萨起了慈悲的心，化彼诸众生，令住无尽地，无真地啊，就是他也来劝导，来劝导众生啊，让他们得到，不要有争执，不要有争执，像现在都是在争执啊，啊，我们不谈政治，但是美国跟中国啊，现在是有争执，对不对？像那个我们又不谈政治，像这个现在以色列啊，跟这个巴勒斯坦。就是有争执啊，两边在争执啊，南韩跟北韩就是有争执，就 Russia 跟这个 Ukraine 就是有争执，那中国跟台湾那就是有争执，这个时候啊，大这个不可思议的菩萨要赶快起慈悲心去化解他们啊，彼此都是人类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啊，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啊，把那个争执的把它化解掉，就不要有战争，应该要这样子做，这个是大菩萨才有办法这样子做的，让他发起慈悲心啊，不要这个众生，大家都是人嘛，那杀一个人就是杀人犯，你杀万万人怎么不是杀人犯呢？当然也是更悲惨了，像现在的这个在以巴战争，像现在的这个乌克兰跟拉夏，那就是万万人，这是很可怜的，对啊。如果有那个大战争，像现在就是有些国家就是有大战争呢，利之以等利。菩萨现威势，降伏使和安。这个在古代是有的。那个琉璃王要灭释迦族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有现身，站在路的中央。啊，琉璃王起兵了，啊，过来，看到释迦牟尼佛，就说：“哎。”这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他的是一个佛啊，琉璃王
也敬佩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算了算了，释迦牟尼佛站在路中央，我们就不去打释迦祖，就回班师回朝。第二次再来，又看到释迦牟尼佛站在路中央，啊，算了算了，回去了。琉璃王也回去了。后来释迦牟尼佛知道，那是释迦祖过去的业障，所以他第三次释迦牟尼佛就没有现身了，琉璃王就灭了释迦祖。所以不可思议的菩萨，若有大战阵立之以等力，菩萨现威势啊，降伏使何安？让他们这些要战争的，通通的心都变成平和，改变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大家坐下来好好谈，啊，不用战争，应该要这样子的。一切国土中啊，诸有第一处，诈往以彼，免济其苦恼。啊，一切国土通，国土中诸有第一处，第一啊。有人讲说第一没有，有人讲第一有，其实啊。我们欢喜的时候就是天堂，悲伤的时候啊就是地狱。地狱不是没有啊，真的，你看那个在医院里面呢，这计较的、开心的、开脑的，那个就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啊。医院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地狱的。地狱不是没有，在我们读这个佛经的都知道，在沙滩上，在深山的地方，在林场、坟场，其实都有边地的地狱。边地地狱就是不是真正的地狱。我们晓得真正的地狱啊，有所谓八寒八热地狱，就是十六大地狱啊，二八一十六嘛，有八寒八热。现在你看印度那个那气温多高，到五十几度、五十二度，那个谁讲的？猴子都从树上掉下来都死了。猴子就从树上掉下来死掉，五十二度哎，气温摄氏达到五十二度哎，在印度啊 ，New Delhi 我去过 ，New Delhi 啊，真的是很悲惨的。所以像这个。这也是第一啊，一切国土中诸有第一处，所有的国家都有第一，都有第一的。这个大不可思议的菩萨就到那里去，然后去帮助这些地狱中的人解除他的苦恼。啊，师尊曾经在地狱里面办法会。啊，有弟子看到的，我在台湾雷藏寺说法的时候啊，我说我在地狱里面办法会，那个人出来证明说我在地狱里面开办法会，因为他参加了法会，哎，他参加了法会啊，他是这样子，他在昏迷当中。在医院里面昏迷当中，居然去参加了我地狱里面的法会，
然后我还指点他，你从那个墙边有一个洞啊，你从那边钻出来。他参加晚会就从那边墙边的洞里面钻了出来，他就回到了医院了。后来他好了，好了，他在台湾雷藏寺听法的时候站起来给我证明说，师尊在地狱里面办法会，因为他在医院躺的时候曾经到了地狱里面看我在那边做法会，我还指点他从哪里转出来，从狗洞转出来你从这里转出去你就回到医院，果然他就回到医院，居然又好了。到了那里啊，免济其苦恼，解除地狱中人的苦恼，是有这种事情啊。一切国土中畜生相食，一个口一个感蛋，这动物都是互相吃来吃去的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吃泥巴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这虾米吃泥巴，这个畜生都是大家彼此咬来咬去，这食蛋，借生借现生以彼为之作利。释迦牟尼佛在五百世的做菩萨的时候啊，他当过象王，象大象的王，当过孔雀王，当过孔雀王，当过鹿王。释迦牟尼佛也在畜生道里面，然后他在畜生道里面呢、啊，他也出生在畜生道里面，然后劝那些动物不要互相吃来吃去，你们吃草就好，吃草就好。你看现在牛都只有吃草，马也是吃草啊，羊也是吃草啊，对不对？他们吃草就能够哇变成那么大只的牛，那么大只的那个马，那么有力的马，还可以变成那么富有营养的这个羊那我们也可以吃草啊，其实我们吃的草是我们吃稻米啊，吃 potato 啊，对不对？来就是看，起就是过，开门就是 open door， 含几个是 potato， 他能写英文呢、啊？是啊，我们就可以吃 potato 啊，西方人就吃 potato 嘛，我们东方人就吃番薯啊，就地瓜、啊，对不对？还有米呀、啊，他们还有麦啊，都是可以吃的嘛，这些都是主食啊。我们到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啊，我到那个。吃晚上去吃宵夜，我都吃 T-bone steak and eggs， 啊 ，hash brown。T-bone 是 almost well done， mean well， almost well done。Egg is over easy， and hot chocolate， hot chocolate soup。哈巧克力，晚上啊，出去就吃 T-bone steak and eggs hash brown，
其实真正的主食啊是 hash brown， 真的，那就是 potato 啊。所以呢，他这个不可思议菩萨就叫畜生不要互相吃来吃去，为之作利益。释迦牟尼佛也现身在畜生道上当中啊。是受以五欲，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。这个大菩萨，不可思议菩萨，他也有五种欲望，不是因为五种欲望而活在这世界上，他是因为要跟大家一样，然后呢，他在想办法让他们产生禅心，就是道心啊，让娑婆世界的人有了道心。令魔心溃乱，不能得其变，让那些那个引诱众生啊去做坏事的这些魔啊，他们心里都乱了，不能得其变，让魔不要去干扰的人，让所有的魔罗不要去干扰人。火中生莲华，是可谓稀有，这是在火里面长出莲花。火中生莲华，我告诉你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最爱的女生是谁？耶稣陀罗，耶稣陀罗，耶稣陀罗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喜欢的妃子。那释迦牟尼佛要出家了，他用马鞭指着耶稣陀罗的肚子，因此耶稣陀罗就怀孕，就里面有这个罗侯罗，然后就是这个释迦牟尼后来的第十个这个成名的弟子，密行第一的弟子罗侯罗是他的儿子。释迦牟那个耶稣陀罗肚子有孩子了，当初的时候那个净饭王认为释迦牟尼佛都出家了，你肚子大起来，你这个小孩子有问题啊，这小孩子不是释迦牟尼佛的，就把他丢到这个火中去烧啊。这时候释迦牟尼佛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，他这一弹指间，这佛里面就产生一朵莲花。火坑啊，化为白莲池，火坑就化成白莲池，耶稣陀罗就没有死啊。那释迦牟尼佛救了耶稣陀罗跟他自己的这个小孩。所以说火中生莲花这一句话是有典故的，是耶稣陀罗被投入火坑里面了，火坑就消失掉，变成一朵白莲花，把这个耶稣陀罗撑住。那个时候啊，那净饭王一看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啊，一看哦，那是冤枉了他，就让他把小孩子生下来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，密行第一的罗佛罗。这个火中生莲华是可谓稀有，非常稀有的。在意而行禅，你有欲望，但是也能够打坐，能够清净。有欲望也能够清净，稀有亦如是。他说是非常的稀有啊，非常的少。你有很大的欲望，五欲你都有啊，财色名食睡你通通都有，但是你又能够清净，
这个是非常稀有的。这是维摩诘讲的哦，善欲而行禅，你有五大的欲望，但是你也能够清净，这是非常稀有的。或现作淫泥，告诉你啊，这个来了，你变化，这个不可思议菩萨变成一个机灵，引诸好色者，所有好色的都喜欢他，都去爱他，爱着爱他。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火道。跟他在一起了以后呢，这个妓女在讲佛法给那些好色的人听，让他们都得到佛法，就是先以欲钩之啊钩牵，后令入火道。有谁能够做到？他能够五欲财色名食睡通通都有，但是他也能够清净，有谁能够做得到？做不到的千万不要试哦，做不到的你去试了，你就下地狱了。你能够做得到，你才可以试。你在行义当中啊，你也能够念高王经，你在行义之中啊，你也能够清净自己的心，跟本尊在一起。有谁能够做得到？现在这世界上啊，大部分都做不到了啦。你迷于财色名食睡，你哪里还有清净心？但是他有了财色名食睡，但是他也能够有清净心，把这些清除掉，这是非常稀有。他变成一个机灵，所有好色的人都喜欢他，他用欲望先把他们勾过来，然后再叫他们学习佛法。或为义宗主，城主就是一个城的主人，或做商人导，他在经商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商人的导师啊，在经商的时候也可以做商人的导师。这个不可思议菩萨，真的像维摩诘这样子的就很少了，这世界上没有几个啊，真的啊。师尊呢可以修法，我在欲望当中啊修法，这就让人家想不到，你为什么能够在欲望当中修法呢？这是特殊的，这是很例外的，很稀有的。确实，我也不骗你啊，我还在念咒呢，我在持咒呢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。我在念咒呢，我在念高王经呢，我心不在欲啊，行的是欲，心不在欲，我是清净的。有谁可以证明？没有人敢证明。以后呢，弄一个黑色的套子给你们，你们要证明的，戴着黑色的套子，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从头套到脚走出来，我可以证明啊，师尊是清净的。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再走出去
证明完了再走出去。没有人也敢也做证明了。这个刚刚讲过了，国师及大臣以诱利众生，诸有贫穷者现作无尽常，因之劝导之，令发菩提心。我们讲到这里哈，令发菩提心，我这样讲可以吗？维摩诘讲的太玄了嘛，他真的讲的是太玄了啦。一般来讲，一般人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。他已经在五欲里面，哪里能够清净？他无意中能够清净，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？他这个记啊是很深，真的，很少人能够做得到。好啦，我们阿弥陀佛。